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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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世尊我一心，世尊我一心，归命尽十方，归命尽十方，不改功如来。愿生安乐国，愿生安乐国，请奉照。阿弥陀佛。诸位法师，诸位在家菩萨，大家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请奉照。下晡接到大家伫今仔日举行奉生念佛的殊胜因缘。信愿来用大家报告念佛信一生，念佛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当然也可以念任何诸佛菩萨的圣号。在这所要讲的念佛是别指称念阿弥陀的圣号，信一生就是非常容易往生，念阿弥陀的圣号非常容易往生。这样的观念对真多念佛人而言也是无感受，因为不少的正念行者认为念佛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无遐尼简单，甚至有人念佛数年数十年，认为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希望是非常的渺茫，也就是将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件事看作非常的困难。这样的观念，就是因为对阿弥陀的名号无了解，或者是了解无深，对净土教化啦无深入的体会，所以虽然每天虔诚念佛。对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凡生死成就菩提，在心中呢有诸多的怀疑，不是怀疑自己，就是怀疑阿弥陀佛，不是疑己，就是疑法。真多念佛人认为自己念佛心中打妄想，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非常的困难，所以念了心中忐忑不安，这样的念佛人实在真多。一二十年来，信愿四处弘法，看到不少念佛人心中的担心与顾虑，所以下晡选择这个讲题，念佛信一生，要注意明白这部分咯，要帮助你了凡尘世往生西方。是非常的容易，只要你有心，一定能够念佛往生西方，成就菩提。下面引用经中经有经的一篇文来说明念佛信一生的道理。这篇文就是《四心和尚净土文》，首先从第一段。他就变，和大家来对照一下。弥陀心意念，净土心意生，
一切人不肯信仰，但知贪嗔不知忧思，超三界火体业力受身，寿命短短该受束缚。前世有十年分，今世受用十年；前世有二十年分，今世受用二十年。人生百岁，七十吃喜，大限到来，还他一宿。只如功名富贵之家，在报如山，七七万世日夜烦恼，他岂不要长生在世？将来前程有限，暗里相催，不告风言，不用自知。阎罗老子不顺人情，无上贵王有何面目？请其主人眼里清洁，耳里清闻，前家后行，亲情眷属，朋友兄弟，恭敬孝敬，喜鹊得笑了也。故人不太老来方学道，孤本尽是少年人。这篇净土文一开始，师亲禅孙就讲：弥陀心意念，净土心意生。念阿弥陀的圣号非常容易，人人有心，人人拢会。七八十岁老太太参两三岁小朋友拢会用念佛，捌字的人唔捌字的人拢会用念佛，有学问的人无学问的人拢会用念佛。我甲大家报告一件事，伫咱台湾本愿山弥勒讲堂有一位南宗居士，有一天带伊呢三四岁查某囝，甲咱本愿山弥勒讲堂参访时，当伊亲嘴甲我讲一件事的时阵，我感觉真讶异，啊，真赞叹。伊甲我讲，师父，阮这查某囝出世第一句话，唔是叫爸爸，嘛唔是叫妈妈，伊会用讲话第一句话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哇，实在非常神奇啊！我们给这一位小女孩赞叹掌声。请问诸位菩萨，你会用讲话第一句话讲什么话？一般的人拢叫爸爸。叫妈妈，对不对？所以念南无阿弥陀佛非常的简单容易，这是阿弥陀因地法藏菩萨五觉思维发了四十八条大愿，想出用伊各地名号要讲到十方众生，上容易、上简单、上稳当，连两三岁囡仔唔捌事，唔知影念佛的道理，伊嘛样跟人念南无阿弥陀佛，甚至一只八哥、一只九官，伊都样听到人伫咧念南无阿弥陀佛，跟随人念南无阿弥陀佛。恁捌看过九官这种鸟啊？会念佛无？捌看过无？唔捌咯。我亲眼所看，亲耳所闻，所以念南无阿弥陀佛非常的简单。请问在座诸位菩萨，未晓念阿弥陀佛的人请举手。大家都会晓念。我常在讲一件真趣味的代志。有一天，我受到人的邀请，甲台湾中部某一个病院去探望病人，做临终关怀，因为这病人已经病得非常严重，即将临终。当个中昼，我甲即间病院的附近，煞是餐馆的用餐，
啊，用餐完出来，隔壁有一个小朋友，伊做了一个动作，啊，我笑甲，这个小朋友差不多两三岁而已啊，我那摸摸伊的头，甲我讲，师傅，我也有理光头耶。真古锥啊！伊会安对我讲，师傅，我毛剃光头呢。哎，这囡仔真古锥，会安对我念师傅阿弥陀佛。两三岁囡仔会安念佛啦，所以你的心不现在走囝，那有心会教伊做。胎中的教育啊，胎中的教育怎么教育？每天八道完了说完了念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这个囡啊，也未出世，都已经听到妈妈为伊念佛啦。这个囡啊生下来时阵真好生，而且也真乖巧，真有智慧，也孝顺父母。这就是用佛法来做胎教，我教的真济有心也愈将安尼做，真有效。愈将来难散，有可能一命无好还在。所以印光大师伫文钞鼓励愈将有心的时阵，爱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，伫药师经内底记载。啊，如将那第一青山啊，清凉又舒服的圣河，就能临盆吉祥如意。地藏经讲，为心生的子儿啊，念地藏菩萨的圣河，总之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念药师佛，念观世音菩萨，念地藏菩萨，顶佛菩萨圣河。拢会当使途中的胎儿诞生啊，真平安顺遂，同时也会使母体健康，而且呢，母囝所结的姻缘是法缘，是善缘，是好缘，将来啊，母囝亲情会真好，所以佛法要帮助咱吉祥如意。念南无阿弥陀佛特别容易简单，因为大人囡仔大家都会晓，甚至啊无学佛的人，遭遇到危急灾难的时阵，卖自然自然的念出这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。再加注意报告一件真实的代志，咱台湾普贤山弥勒讲堂有一个女众菩萨。伊进入咱讲堂念佛修行，就是有一天，当时伊也未学佛呢，招伊个先生，啊，招伊个朋友个先生，拄啊四个人，两对夫妻，甲台湾中部某一个所在室外温泉洗温泉，室外温泉呢？唔免钱啊！那一般有人经营的室内温泉，当然是爱钱啊！啊，因为因去室外洗温泉，唔知影水深，所以啊，跳落去洗的时阵，就知影水真深啊！其中啊，就是这个女众的朋友的先生。跳落去洗温泉的时阵，因为水真深，所以即知影真危险，喊救命啊！结果啊，就以女众当时伊也未合好啦，看到温泉的水真深，咧喊救命，伊真自然地念出一句佛号：南无阿弥陀佛。这件事是伊亲。自甲我讲，因为当时无学佛，惊一个顿去啊，食袂落饭，嘛困袂去。是第二天啊，叶先生带伊来找我，
行，我带你来给圣元师看嘛呢。行到面如土色啊，我甲伊鼓励安慰念佛，请阿弥陀加持佛地，互伊啉落了后，一转去人就看我。第二天，就我都好好啊休困啦。伊因为安尼原因，接进入南本愿三昧的纲等啊，学佛修行。当时伊也无学佛，也无修行，伊那样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就是阿弥陀这句佛号，有十方诸佛如来祖师大德善知识的宣扬，使阿弥陀的教法啊遍布世界各角落，和有缘的众生得故。所以注意，无论你是出家人或在家人，你今生进入三宝门中，能够得故即句佛号“南无阿弥陀佛”，一心称念，你是真有福报的人，真有善根的人，我甲您赞叹啦。所以爱好好啊，把握当下念佛，因为世亲禅师讲。弥陀心意念，净土心意生，西方净土非常容易往生。净土这两字所指的，就是十方诸佛的清净国土。但是在这别指阿弥陀佛的西方净土。当然，有的人要念药师佛求生东方琉璃净土，有的人要念弥勒菩萨求生道殊罗尼净土。有的人要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净土，在这所讲的净土就指西方净土，因为西方净土教主阿弥陀佛了四十八愿，愿愿的要用本愿名救度西方众生，所以西方众生只要念佛，第一名中阿弥陀佛以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现前接引的时阵，自然得了正念。克服的微信光明加持，正念文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仰仗佛力的救度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非常容易。这是悉心禅师给咱开示的法语。你舍令不肯信仰，但至贪生不知有数，请有三界慧体业力受身寿命短等界受宿报。这段话就是讲，真侪人唔相信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真侪人唔相信往生是容易的，真侪人呢唔相信有阿弥陀佛，真侪人唔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。可是世尊在《阿弥陀经》讲了非常的清楚，将是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。依托有佛和阿弥陀，所以有西方极乐世界无？有阿弥陀经释迦牟尼佛所讲的，有阿弥陀佛无？有世尊在阿弥陀经所讲的，所以咱相信释迦牟尼佛的话，因为咱是佛弟子，释迦牟尼佛是咱佛弟子的本师，所以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本师就是咱的根本老师，释迦牟尼佛教导咱佛法，这些佛法拢是世尊自世心所讲的道理。后来经过佛弟子结集成经典，所以咱教佛经可以探讨研究、奉行、修持、解脱。因此，咱对世尊爱抱着感恩的心。对阿弥陀佛爱抱着感恩的心，好好依教奉行，好好念佛，相信佛祖所讲的话。那身为佛弟子，如果唔相信佛经世尊所讲的话，那要怎样修行？世间人就是真济人贪生怕死，其实唔是讲唔知影有死亡，什么人唔知道自己将来一天一定会死？大家拢知啊，只是逃避的心理，不愿意面对。中国人对死这里特别禁忌。我刚生之学，
经常讲到往生，讲到死，这个名相，有的人呢，听了啊，内心难免有挂碍，会跟我问啊，圣元师父啊，你哪会读这课拢咧讲死？我都也未要死咧，你干那叫我一直念佛？请问你知影你当时的死吗？知唔知？唔知。你我无一个人会知影当时的死，咱无神通，无宿命通，咱一定会当活到明仔载吗？不一定。因倒了眠床休困，明仔早起一定有法度起床吗？不一定。保证我都活到明仔载的人，请举手。你敢保证吗？有当啊，因有可能啦、啊，咱因都无命。有可能因恁倒转去的时阵，阿弥陀佛在恁家咧听候你啊，佛祖。某某人，我等你几天了，你今仔日倒转去呢？清净寺奉行念佛文化共修，实在真难得。你一心要求生我的净土世界，所以我等你一天了。现在来接引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成菩萨，好唔好？那要拍鼓，我拍较大声。啊，两三个咧拍鼓，我很细声，我心会喵咧。因那是你往生的因缘机缘啊！阿弥陀佛，在恁家等你一天啊，要带你去西方极乐世界，你要去无？没有。没吼啊！因就要死啊呢，你会难过伤心未？会未？没有，真的吗？如果你一心就是要西方极乐世界，我相信因阿弥陀佛迎接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你的心情是欢喜的，不是痛苦的；你的心情是快乐的，不是伤心的，对不对？因为咱一生念佛就是为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所以有不少的在家菩萨是。常住伫咱的清净寺，为什么你要住伫个寺的，无爱住伫恁家？住伫寺的，就是要修行嘛，是不是？住伫寺的，就是要修行成佛，啊，无你来住伫寺的，要创啥？如果你唔是为着要修行，为着要解脱，为着要成佛，你无一定爱住伫寺的啊！啊，所以念南无阿弥陀佛，体会无上。有可能随时到来。当咱了无任何心理准备的时阵，死神就已经悄悄降临了。所以我们想到我们的人生有可能随时死神现前，那我们就要有警惕的心。我爱当下把握时间念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当死神降临的时阵，咱来赶紧打电话请阿弥陀佛来，因为咱的力量抵抗不了死神。为什么？很简单的道理，你能够抵抗疾病吗？你能够抵抗衰老吗？你若无能力抵抗疾病，你若无能力抵抗衰老，你就无能力抵抗死神，对不对？这是一定的道理啊，所以会记得，那将来临终的时阵，也就是死神降临的时阵，赶紧打电话阿弥陀佛，知唔知？阿弥陀佛的电话几号？恁知无？恁有个人唔知影哦，来，我甲恁讲，恁来记起来哈。阿弥陀佛的电话六号，南无阿弥陀佛，所以。你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就是打断了阿弥陀佛啦。安尼知唔知？我经常鼓励诸位在家菩萨啊，伫个每工早时、暗时啊，爱
各拍一个电话阿弥陀，多参阿弥陀开讲，多参阿弥陀联络，有好无歹，知唔知？哦，啊，你讲新闻书我无聊，无聊拍电话阿弥陀好啦，就是有时间就念佛啦。南无阿弥陀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啊，昨日啦有不少的人啊问我足侪问题。其中不少的问题是有关的，大家心不变，怎好好相处？可见啊，诸位在家菩萨，有的人啊，参大家还是参心不，斗阵了无好害。心愿师，阮大家吼、哦，实在足歹风俗的，嘿，煮这项我食伊也嫌，煮那项我食伊也嫌。啊！我要对伊孝顺，伊也袂领啦。我实在真痛苦，唔知要安怎。过去生六结恶缘呢，一生受苦，自然对三千万千回苦。如果你内心有啥物痛苦，有啥物委屈，唔免讲予别人听，讲予阿弥陀佛听，知唔知？你若有啥物委屈啊？有什么心酸，有什么痛苦，会记得来讲给阿弥陀听，阿弥陀佛会静静听你诉说着你心中的委屈与痛苦。所以你若委屈有痛苦，跪在佛前，阿弥陀佛大慈大悲，地主某某人对大家想要好好尽孝，我逐天煮三顿给伊吃，伊甲嫌东嫌西，我要好好奉侍伊，伊也袂欢喜。阮这大家实在歹大家，阿弥陀佛，我真痛苦，唔知要安怎。阿弥陀佛一定会甲你讲，你好好念佛，袂要紧。啊，你的大家对你无好，我会对你真好。将来啊，在你命中，我一定亲自啊。带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现前来迎接你回归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就解脱啦，无痛苦啊，无委屈啦。阿弥陀佛一定会放光，甲你加持，予你呢平安顺遂、吉祥如意。所以有任何委屈、心酸、痛苦，唔通讲予别人听，因为讲予别人听，别人啊，不一定有法度安慰你，而且你若咧讲你的大家无好的话，别人搁去讲予你的大家听，哇！你大家心腹之间关系就愈歹，对不对？所以，当你的大家对你无好的时阵，你要对家辈好。伊骂你的时阵，就是你咧受忍辱破灭的时阵，哦，伊就是咧成就你的道业。就是因为大家对你无好，让你体会到人生的苦，你才想要出离这三宝人间，对不对？如果先生对你真疼爱，大家也对你真好，子女也对你真孝顺，你的工作也真顺利，人生也真满意啊，而且也做工作赚真侪钱。我看你无想要念佛咯，我看你无想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咯。大行拢真如意，你乃想要修行解脱，你乃想要离苦得乐，对不对？所以有考验，有逆境，有恶缘，这是咧成就咱的道业。当这念头，自然你的心情就愈来愈自在。好啊，念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因为一切拢是因缘果报。咱的寿命长短，这拢是因缘果报。为什么天下间遐尼济男众，你唔去嫁，你偏偏要嫁人翁？为什么你无爱做别人的新妇，你要做你的大家的新妇？这拢是有缘的呀、啊。你参你的先生是全世界上有缘的人，十年修来同船渡啊，百年修来共枕眠啊。人与人之间
要救一改命，都要修五百年啊！啊，翁仔某过去生，唔知修几个五百年啊，才会结成夫妻啊！这姻缘是不是非常的殊胜？当然爱珍惜对方啊，对不对？翁仔某感情爱好，大家新妇之间的关系爱和谐。你若当伫清净寺听经闻法，表示你参阿弥陀真有缘嘛？恁坐恁的听，我信愿讲经算法，表示恁参我有缘嘛，对不对啊？参阿弥陀有缘好唔好？好，太好！参我有缘好唔好？好。你参我有缘，譬如讲有一天你临终，啊，我人拄啊伫福建，我知影你得要死啊。你唔免跟我讲，我一定为你助念开始，将你呢送去个西方极乐世界，亲像伫咧欢送状元安尼，将你送我阿弥陀，带去个西方极乐世界做菩萨安尼，很好。所以未成佛道，先结人缘。所以你现在生活过了好，过了歹。也就是你现在所有一切果报，不管是共通和合，你都不免在意，因为心中有佛啊。有一个因缘乞食，伊是上可怜的人啊！中国人对乞食是上轻视的，乞食是人生上落魄的啊。但是这位乞食因为信仰阿弥陀佛，对阿弥陀佛的信仰非常的纯真无误。这乞丐呢，每天到了东西本愿寺的寺门，听候出家人呢，将寺门打开，进入大殿，参出家人斗阵做扎课。做完扎课，念佛功课做完之后呢，提着伊的破瓦工，挨家挨户去共讨饭过日子。这因缘乞食呢，因为心中有佛，所以虽然伊真贫穷、真落魄，做乞食是比人上轻视的，但是内心非常快乐，因为心中有阿弥陀佛。伊经常咧讲的一句口头禅就是“因缘啦，因缘啦”。有一天，这个因缘乞食。倒伫迄个呢银钱卡伫咧休困，有一个生理人因为交一个应酬，啉了真济烧酒，所以啊醉眼迷蒙啊，想要小便，就踮路边诶小便，真拄啊好，拄啊小便呢，伫咧即个因缘乞食诶身上，那是咱啊。互人甲咱放了伫身上，佮将咱擦去，咱一定会足受气的，对不对？一般的人反应必然是如此。可是这因缘乞食，醒来竟然无受气，佮甲这个生理人讲：啊，歹势歹势，我倒伫遮，叫你放了伫我的身上，啊，实在是我的唔对。这一切拢是因缘啦，因缘啦，实在是真歹势。你看伊修养偌好，一般的人一定真受气啊！伊不但无受气，佮对方呢现实的。咱信仰阿弥陀佛、念佛有这样的涵养无？那有，咱一定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对不对？这生理人呢，因为啉烧酒呢，醉眼迷蒙，啊，伊发觉家己唔对啊。竟然对方佮家己会失礼，所以对这因缘乞食的印象非常好。过无偌久啊，这因缘乞食啦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因缘成熟啊。啊，因为伊接连一生啊，无某无子，无爸母无兄弟，所以啊，伊的后事呢是政府爱负责来处理。这个生理人呢，听到消息，知影这个因缘乞食，是啊，伊就想着讲，哎，
无偌久进前，我因为交际应酬，啉了伤济烧酒呢，醉眼迷蒙，在这个因缘乞丐身上放尿，伊不但呢无见怪我，更加现实的，所以我要出一寡钱来帮伊处理后事。人与人之间所结的因缘，有善有恶，所以。那过去结恶缘，这一生受苦，万劫回苦，赶紧照着这句佛号南无阿弥陀，转恶缘为善缘。当你不爱原谅别人，当你伫咧指责别人的唔对，内心是痛苦也是快乐的。痛苦啊，快乐？痛苦啊！那你为什么不善待自己？对于亲人之间的斗阵。大家对你无好，你当一个念头。这时阵是我修忍辱波罗蜜上好的时阵，因为要修忍辱，一定爱伫逆境、伫顺境，无法度修忍辱行。所以，伊对我无好，这是我体会到人生的苦难。这世间无计的，你我去追求以流乱，所以一心念佛：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点离沙婆的心愈来愈强，寻求净土的心愈来愈强，所以你会派大家在虐待你，是在成就你的道业，一切人际关系拢是如此。诸位菩萨，安尼了解无？当一个心念，这就是菩萨示现，专工咧考验我的心智，考验我的体识念佛心未？那你的亲人呢？反对你念佛，你要念佛无？没有，全天下的人拢反对你念阿弥陀佛，你要念阿弥陀佛无？全天下的人拢无赞成你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你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无？当然没啊！为什么？因为生死是咱家己去生死的，往生嘛是咱家己去往生。各安怎亲的人拢无法度代替，翁仔某就是感情真好，你要死啊，叫先生代替你死，先生敢袂？无可能，无得代替。哦，所以先生是非常的孤独啊，独生独死，独去独来。正因为如此，咱现在有偌济果报伫人间，有偌济寿命，咱得以偌济寿命。过着念佛的生活，安尼咱就真自在。所以四心禅师讲：前世有十年分，今生受用十年；前世有二十年分，今世受用二十年。也就是咱的果报的人间有偌济寿命，咱就过偌济寿命念佛的生活。因为你心中有佛，自然你对人生的种种。逆境挫折未在意，犹如因缘乞食。如果明仔载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成菩萨啦，今仔日无饭人去食，你会真烦恼未？我相信未。如果明仔载就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成菩萨，你今仔日无钱人用，会真烦恼未？我想未。因为明仔载就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做菩萨啦，对不对？所以心中有佛，你的人生会活得真快乐，活得真自在。因为你想到，无偌久就会当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过着清净、快乐、殊胜、美妙的日子。每天呢，听阿弥陀佛讲经算法，每天啊，以观世音菩萨生活斗阵。日子是非常的逍遥自在，对不对？对，安尼诸位菩萨，你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无？没人请拍膜啊！人生必须七十吃喜，大限到来还他一世。世亲讲师讲了无唔对，人生百年啊，会当活到七十岁啊。非常少，咱福建唔在平均的年岁偌济，台湾人平均的年岁75岁，
一世人都75年而已啊。我所做念过的梦者超过1000个，有真多比我做念过的梦者年龄是伫个40岁至50岁，40岁至50岁得到癌症死亡的真多啊。观察是得死人还是得老人？哎，啊，你哪会不爱插我？观察是得死人还是得老人？得死人啊！所以，诸位菩萨体会人生的苦难与无常，你一定会好好念佛。南无阿弥陀，南无阿弥陀，南无阿弥陀。大汉来的时阵，赶紧拍电话请阿弥陀佛来。阿弥陀佛就将死神的打退，佛光就照耀所有鬼神退散，正念分明，随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这是人生上究竟圆满的诸位菩萨，你讲是不是？是。即如功名富贵之家，财宝如山，车驾万世日夜烦恼，他岂不要长生在世？这段话就在讲，如果在这世间呢是非常的富贵，但是生命也无呀，搁安怎富贵嘛无好，因为无生命都无一切。每一个荣华富贵的人，拢希望呢长生不老，不老长生，甚至呢长生不死。老状元的劝世诗啊，讲啊。万里长城今犹在啊，不见当年真西方。万里长城是当年真西方建筑要抵御外敌匈奴，可是真西方并吞六国，统一天下之后，作为一个皇帝嘛是爱死啊。做皇帝做总统爱死无？爱，因为无一个人未死。所以菩萨，你若去看万里长城，现在比以前万里长城更雄伟壮观啊！1999年，我就去万里长城行过啊，不到万里长城挥好汉，看到万里长城，哦，非常的壮观。可是真世王唔知早死对去啊，对唔对啊？所以。咱来体悟到人生的无常，把握当下念佛。将来前程有限，安利上吹佛教奉行，不用自知。严乐老祖不顺人情，无常归用有何面目？这段话就是讲，富贵的人希望要长生，可是呢，那无常一到，是无法度停留的。阎王注定三家死啊，绝不留人过五家。如果有人伫个临终，阎罗王现前要甲伊接去地狱受苦受难啊，我都参阎罗王参详无？阎罗王，我即阵遐少年呢，要哪会当死啊？我囡仔阁真细汉呢，我10年后你再来掠我。阎罗王会答应你未？我都参详啊，所以啊，这两句话虚心禅师讲了真好。来，对我读一遍：阎罗老祖不顺人情，无常归用有何面目？恁遐尼济人，几啊百人，啊，读个声很细声，听起来就是特别旺盛啊呢。读较大声的，阎罗老祖不顺人情，无常归用有何面目？所以，当你要甲阎罗王讨人情，我多无无法度。所以啊，大家好啊，念佛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！
如果你来来甲咱东家师请假啊，请假一个月，东家师慈悲会答应你。你甲阎罗王请假一个月，阎罗王会准假你未？未准假你。所以啊，好啊念佛吼。请记诸人眼里清净，念念清闻，真假修行，清净观修。朋友兄弟共同修行，四曲多少年。这段话开始讲出事实了。咱周遭的人，你一个一个甲算，有足多人已经死亡。我经常伫咧算我周遭的同学啊，有偌济人已经无命。我是1961年生，伫阮同班同学内底，已经死真济人啊！恁同学死偌济人，恁知无？你来算看，恁同班同学甲参你平年龄的人，已经死偌济啊？你得爱有警觉的心啊，对不对？六年纪较大的老菩萨心中就安尼想，日子无济咯，爱赶紧准备啊！我都也未50岁，都已经交代好啊。诸位菩萨，恁交代好未？哎呀，恁那拢不应我，恁交代好些未？交代好些啊！恁交代什么？恁若也未交代，因倒转去爱赶紧交代，知无？恁唔敢那笑哦，爱真正做哦。啊，若无有一天你到无法度交代时阵哦，你得后悔哦。我讲一个报纸刊载真正现代故事，互你体会。有一个老菩萨念佛念20多年啊，伊生5个后生，其中一个后生无学佛，4个后生学佛。这个老菩萨呢，足勤俭的，一生勤俭呢，2000万新台币。伊自身已经写好遗书啊，交代5个后生讲。我将来的当兵临终，无论如何一定袂用去甲我急救，予我静静啊死，卖有任何干扰。恁若真正孝顺我，为我念佛就可以了。果然啊，这个老菩萨甲他临终，伫个后生送个病，无听伊个话，急救啊！这个无学佛的后生要求医生护士一定要给妈妈急救。这个时阵，这个临终的老菩萨无法度讲话啊。虽然真痛苦，被急救的时阵，这身心真痛苦，可是伊无法度讲话啊。后生是直属，一家属坚持要急救，医生护士足无奈爱急救，啊那无。造成医疗纠纷，各去到法院要败诉，医生护士要败诉，所以啊，医生护士真无奈，继续把这位老菩萨急救，做心肺复苏术，也就 CPR， 起个鼻那骨起动啊，痛苦喂，真痛苦。为什么这个无学佛的后生坚持医生要给妈妈急救呢？因为为了遗产2000万，他希望呢，因妈妈会当讲话，将这2000万的遗产交代好些。诸位菩萨，不但啊害咱痛苦的，不是别人，是家己的亲人，对不对？不但啊造成咱痛苦的。就是咱所勤俭的金钱，
所以注意在家菩萨，你要跟我将钱用来自功德利益众生，这是上有智慧的。钱留给子孙不是不对，但是那不好的子孙为了你的留下来的钱，在你冤家相拍，甚至各家法院兄弟也袂好，你这钱造成子女的纷争，你要好好用智慧想看卖，要留遐济钱予子女伫个冤家相拍吗？台湾台北有某一个寺院，这个寺院负责人，伊参伊个姐姐为着因老爸放落来遗产啊，动产甲不动产烧过超过七年。我甲苦劝啊，我讲你合法的人免来当安尼，为着恁老爸留下财产参你的姐姐烧过，安尼你失去一个合法的人应有的修养啊！我叫伊讲，你的姐姐嘛是你的老爸囝，伊虽然是女将嘛是囝，所以财产原本就爱参姐姐公家分啊，伊唔嘛伊要独得啊，所以姐姐甲过啊。小过过七年也未结案，诸位菩萨，人生你若看会开，少者分了的代志、苦恼的代志，自然的迎刃而解。好啊，体会悉心善思开始的法语，因时间到，甲等下咱都继续探讨啊，向大家报告到这，向大家一心念佛，往生西方。南无阿弥陀佛。